黄色裤子男大力踹黑裤男，手还不停捶打，压到地上勒脖锁喉，狂出拳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这样红啊！不过对方已经倒地，手持疑似酒瓶继续狂殴，在旁同事目睹全程不劝阻，还加入战局。事发在上个月，新北市泰山，警方调查三人都是厂房的工地工人。被害人到案后表示不知道为何被对方攻击，两名打人的男子则供称大家原本在一起喝酒，因为被害人讲话口气差惹到他们，气不过才会动手攻击，连根身体多处擦挫伤。锁定犯嫌身份，将通知到案，依伤害罪嫌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酒醉情绪失控，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，动手两人原本都有前科，这回拒不到案，伤害前科再添一笔。记者姚丽强、杜宇轩，新北市报道。